手也无踪。不再想是谁能把谁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放战。其实恶果。 全貌成长。 起来，来，等等等，来，别走，慢点。啊！早上吃啥了？吃了包子。你看我带着你。别数了。啊！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把你拖起来。谁不动？ 让我自己来。起啊！啊！你也行吗？早早早早。你们继续。 帮我。昨晚你们俩在公司睡的。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 昨天是特殊情况，不得不留下。哦，那就是在公司睡的。睡啥呀？就过了个夜。公司睡的。嗯。哪想在公司睡啊？嗯，再睡着。你也不说句话。他们说的没错呀，的确是在公司睡的。 在我这儿，什么时候还给你？要不着急，我洗洗再还你。 喂，师傅，好，我马上到门口。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，快！小心点啊，不要碰到人。来，小心点。来这边，这个位置啊。快点，这边放好了，向这边，对对对。好，沿这条线，这条线放好。好，师傅，这不是才换上吗？怎么拆了？ 谁知道呀？领导让换，我们就得换啊，没办法。要不您向那边，别碰到你。这个也要放点。啊，来，去，小心点啊！放正了啊，放正了。来，看着摆直了啊。来，小心点，给我吧。再往里面。 朱韵。 还真是你啊！有事吗？怎么样？我们的七国争霸玩了吗？七国争霸啊！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我们无敌武将呢。同种类型的游戏谁都可以开发，但能不能成功，就得看命了。怎么样？你们那个游戏现在还有动静吗？ 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为了做这个游戏投了多少宣传费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营销 KOL？嗯？你和李寻博还天真的以为，现在和大学的时候一样吧？只能靠能力就能出头？你知道我们这两个游戏最大的区别在哪吗？你们只有那一点单薄的小众情怀。 那点微弱的口碑一旦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可我们还能挣钱，只要我们稍微花一点点小心思，就能把你们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这就是玩手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心里肯定在骂我卑鄙无耻，很多都这样骂过，骂 LP 抄袭、炒作。 没底线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个世界都是以结果论成败，人从来都只是崇拜强者。朱越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场景熟悉啊。 想完了吗？走了。你这车。 半年多跑了5万多公里，有点多呀。这是干嘛呀？看气浪呢。行，董总这是要卖车啊？哎，看样子是啊。咱俩刚才谈的价，再减5万。 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奸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身车衣花了有4万8呢。董总为什么要卖车？为什么？公司困难呗，贴补公司。我们公司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了。那你还以为呢？珍惜现在上班的日子吧，估计咱公司啊，要黄摊了。 这 LP 为了宣传这个七国，简直就是不计成本。现在随便打开一个网站，都能看见这网红脸。这真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这七国我仔细玩过，他们的内容和武将如出一辙，但是他们的系统根本没有武将精巧。是，但是我觉得 LP 就没想让七国走多远，就是一波流。 能赚多少赚多少，就这种缺德事儿，他们以前没少做过，熟能生巧，还正好能把我们给灭了。关键是他们的游戏联动性太强了 ，LP 在全国的游戏总用户数量上是数1数2的，所以他们的金币都是可以通用的，就算不玩七国，他们还可以留着玩别的呀。就这一点，咱们怎么比，根本就比不了，也比不起。哎呀！ 我看这次公司啊，是真的要完。你看这次啊，干脆就不来了。哎，这张放还真有存货，正好俩，咱一人一个。哎，不过赵腾，那个玄潜神剑的补丁不太行，代码质量不够，你得再改一下。行了，组长。 其实自打你来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所以虽然我比你年长几岁，但也一直管你叫组长，因为敬佩。但事已至此，还补丁，还 bug，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行了，妹妹，面对现实吧，来，咱们干一个，就当敬自己啊。 其实你能把武将这匹死马医成现在这份儿上，已经是奇迹了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尽力了，问心无愧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先保证后天的更新。我去找李迅。 你平时打游戏吗？打游戏啊。 我不太打游戏，打什么游戏？对，我不怎么打游戏。最近有个挺火的，没听过。哎，就是跟动漫有关，做游戏应该看动漫，还挺好玩的那游戏。是吗？对，然后它里面形象设计就特别的动漫形象。哦，那还挺不错。主要讲什么啊？那游戏？就是讲一个动漫人物冒险，然后是吗？你朋友？啊。啊，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有机会再见，拜拜。 董四让车都卖了，啊！公司都快没了，你还在这干嘛？现在七国争霸的宣传都霸屏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子弹都打出去了，难道中途能转弯吗？顺其自然吧。什么叫做顺其自然？没钱做营销就别做，反正怎么样也比不过 LP 的水军，及时止损。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是，你和赵彤继续做游戏，后天正常更新。那你呢？继续在这个地方喝咖啡啊？这是员工的个人隐私吧，朱组长。还有事吗？ 也不帮我洗洗吗？你那么有空自己不会洗啊？嗯。干嘛呀？这公司还没倒闭，你们在干嘛？ 干嘛？拆家呢？不是董总，你了解我们性格，我们都不是爱钱的人。我就想着，这公司最后了，你找点东西变现，算上给大家发遣散费了。大家在一块儿相聚一场是缘分，最后也得有始有终。发什么遣散费啊？什么有始有终？说什么呢？ 咱们飞扬不但不会解散，还得干票大的呢。打开。哪来的？李寻呢？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我明白了，哥们。你是要干个大项，你说吧。 第一步做什么？团建。哎呀，今天一单不接，我们要去团建。哎 这车都开到郊区了，董总不会带我们去野营吧？这天气要是野营会死人的。这是咱们飞扬第一次大团建，也就不错啊，别挑地儿。这个时候团建死不起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越是这个节骨眼上啊，咱越要凝聚士气。对，嗯，不像张放同志啊，身为 HR 总监。 第一个嚷嚷遣散，带头动摇军心。我那叫管理学，懂不懂？就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谁要临阵脱逃。好嘛，你这还钓鱼执法呗？反正我是跟飞扬公司共存亡，是吧，董总？去！人家李寻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，去个咖啡店还能不眠不睡？ 没有，他在公司加班。哎，不行，哎呦，真好看！这到底要开多久啊？ 快了，咱们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大哥你好。 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啊，有事您招呼，我先去忙了。啊，忙你的。好。哎，今天晚上咱们在这住一宿啊！啊！哎，今天谁的工作都不能做啊！踏踏实实给我泡温泉去，把钱给我泡回来，我花了大价钱了，一人1000。也不早说要住一晚，东西都没带。带什么东西啊？洗漱用品、酒店都有，没住过酒店啊？哦，化妆啊，长这么好看，不化妆更好看。 啊，对，得了，不回房间，直接跟我干饭去。哦，干饭去。今天团建，嗯，我说两句。嗯。非常牛，干了。 牛掰！干嘛？给我也倒上。你喝一杯得了呗。还能喝酒啊？他不会，不会就别逞了啊！喝饮料啊！来，还真行啊！女中豪杰啊，厉害啊！ 啊，看出来，等着英雄救美啊！来来来，给我倒倒，给我倒！来，再来一个。不来了。他不来，我来。哟，这可以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女的要端杯，那就厉害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厉害。嗯。 这女的不能端杯，端起来咱都喝不过。没完没了。嗯，哎，鱼头冲着谁喝3杯酒啊！啊，来，给我倒上。董事长，我就不跟我。董总，这是你头一次创业吗？我从小啊，是我三叔给带大的。我三叔啊是机电厂的工人。哎，就是中国那第一台轮式拖拉机，就是他们造的，那才叫真正的叱咤风云呢。 我三叔跟我说啊，等我从摔跤队退役之后，就让我进工厂当工人。哎呀，当时想着呀，哎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我还没退役呢，那机电厂啊破产关门了，我啊就去开出租车喽。后来啊，我是因为一哥们儿打架进去了几年，出来以后啊，这出租车我也不想开了。 我是想干点什么好呢，就大街上溜达。啊，记着那是一个夏天，哎呀，那天热的跟下火似的，这给我热的呀！哎，路过一个什么 IT 公司门口，那电动玻璃门一开，那股凉风唰就吹到10米以外我身上了，你知道当时给我爽的呀！哎呀，凉快！我就坐门口，我说我吹吹风。结果怎么着？那保安过来就把我赶走了。嘿。 我当时就想啊，我知道我干什么了，我要开一家 IT 公司，我就为了吹空调，没人哄我。来，为了吹空调没人哄我，来，哎，干一个。哎，不瞒你们说，嗯，我在这个行业也小10年了。其实我想好工作，是我公司也换了4、5家了，但是我还是挺想做好游戏的。这本以为这次无敌武将，对，无敌武将，本以为这次这无敌武将能做出点动静。嗯。可惜，其实想想，你看啊，挺憋屈的啊。咱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好不容易赚点钱，弄出这一档子的事儿来，你说他们 LP 为什么老拽着我们不放呢？ 你们先喝着啊，我先回了。董总还没走呢，这玩玩呗。怕了，喝不了，不行，还是年轻。这哥们能处，那咱俩喝。因为我们啊，因为我和李寻跟那家公司有私仇。哪家公司 ？LP 的2个老板，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大学同学，我们以前一起创业，就是 LP。李寻当时是带头人，但是创业初期，他出了点事情。 你们也都知道他进去过。进去的原因，就是他打瞎了另一个老板的眼睛。你们不是都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吗？李寻出狱后，阴差阳错的选择了这里做起点，而我又一向站在他这边，就是这样。 等会儿，我有点乱啊。李寻把人眼睛打瞎了，他为什么打人家呀？这是李寻的私事，我不好说，理解成有仇就行了。哎，你是说之前那个创业带头的是李寻呀？对，我早就知道。 我早就觉得不对劲，我还跟他说过，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深藏不露呢？啊，你跟这儿装呢？我说这些呢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不管 LP 对我们是抹黑也好，打压也罢，这个项目做不成，我们就做下一个，不成功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嗯。 所以说，我们以后要和 LP 一直都是以卵击石了。嗯，击就击呗，啊，那还能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团队了，大不了啊，一起完蛋呗。要是他俩不来，咱们这公司，董总你可别生气啊，顶多也就再撑个1-2年，是吧？咱都有数。 咱现在啊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对吧？对，没啥可说的。这话我爱听。就是，急就急，怕他干嘛？是不是？咱们我心飞扬公司，哎，就干他这个大废物 LP， 我跟你说，来，干，打他，对，打。董总，想跟您说声抱歉啊。 我们瞒了这么多事情，本来以为进来后至少1年他们才会有动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盯上了。哎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俩原来有故事啊？您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李寻一来啊。 他找过你，还用着他找我呀？你以为我会让一个刚做过检察捞出来，连一份简历都拿不出来的人进我公司？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是想知道他怎么说自己，还是怎么说你啊？ 董思安给我的房卡，我们没走错。没走错啊，这有2间房，里面还有一间，你想住哪间自己选吧。你去哪儿？要不我再开一间房？随便。 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事情早就跟董思阳说了？董思阳是个明白人，猜都猜出来了，还用我说吗？这照片一直在他这儿。 他跟我说呀，周韵这个人想得多，有时候天真，爱犯傻，但是绝对特别能干，特别忠诚，特别有恒心。你说你们俩这点事儿啊，旁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们这还装模作样干嘛呀？啊？就是这个生活呀。 这个爱情啊，就像玩游戏一样，光有这个刀光剑影，没有恩爱情仇，说谁玩啊？对不对？这层窗户纸啊，就那么难突破啊？看够了吗？啊？站着不冷吗？冷啊。下来吧。你今天为什么帮我喝酒啊？自作多情。那董思阳让你喝，你又不喝了。我真喝多了，你还能走得了吗？走不了就不走了。 我的照片怎么在你那儿？你还把它粘好了？我的东西我处理。怎么就是你的东西了？不然是你的。就是我的。行，回去你把它拿走吧。小傻子。 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就想起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去找你要作业，你在那个天台上的破躺椅上躺着，抬眼看我。和现在一模一样。 月璇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我要是说没有呢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 咱俩是不是没有可能了？你现在的心思全在公司上，你不提，我也不提。那以前的事情，我们就互相默认无视了吗？我以前跟你说过吧，人不能太实诚，不然会吃亏的。都是些陈年旧事，我早就忘了。喝点酒，少泡温泉，日子没人管。 It's been so long ago. I've been gone. 东扯西扯，没一句正经。香肠的还是果酱的？有咸菜的吗？吃个奶油面包也行。我发现有一点你跟董思阳还挺像的，都不按常理出牌。现在正是公司最需要钱的时候，他还带我们来消费。这叫不走寻常路，好吗？李轩，对付 LP， 你还有后手对吗？ 那天我碰到方志静了，他说他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他说我们的游戏只有口碑没有收益，他只要随便动动手脚就能超过我们。我真的恨死他了，但我竟然骂都没骂一句就走了。你怕他？没错，我怕他，我又恨他。 但我恨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什么都没做，只能无力的愤怒。当初他欺负小妍，我只能看着；后来他害你，我也只能看着。你不是怕方志静，你只是怕这一次咱们赢不了他们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不会和他结仇。要不是我拉着你去比赛，李兰姐也不会出事。 你想的太多了，事事惦记，最后只会事事不通。你放心吧，你对他的怕，远远赶不上他们对我的怕。你怕他，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着他；而他们怕我，所以我一出来他们就盯着我。你不用担心他们照搬我们的东西，他们要是真的老老实实自己做自己的。 没准短期内我还拿他们没办法呢，但他们非要盯着我，想办法踩死我，这就给我机会了。所以很公平，你怕他，他们怕我。那你怕谁？ 老子谁也不怕。傻子，你没变。那你还信我吗？你敢说，我就敢信。 高建宏和方志静在策划借壳上市，这个人要查清楚，小心他给我们设局。他是最了解李迅的人。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，要是晚上他成功上市，我李四摘下幕后，直接给他当儿子。你有计划了？